好，来看到新北市的耶诞演唱会超强卡司，不但是有宅男女神安心亚，还有 Dream Girls 轮番的上阵，而压轴演唱的是小天后蔡依林，带来全长超过了十分钟的大组这个曲组的压轴嗨翻的现场。超短洋装，头上戴着圣诞帽，蔡依林热歌劲舞。小天后混搭组曲一唱超过十分钟，台下的粉丝嗨翻天。新北耶诞演唱会超强卡司还请来宅男女神安心亚。是耶诞气息浓厚的红色洋装，安心亚唱唱跳跳，而 Dream Girls 则是和舞群们扭腰摆臀拼性感，歌手们轮番高歌，粉丝们大饱耳福。记者温庭轩 SNG 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。